你看这挺亮的天是吧，然后这个树林里面黑黢黢的一片，因为没有阳光射入。松果，像它这个森林还是比较年轻的，不到100年，生长的野桑葚好多，看到没？但这个路边的桑葚太难洗了，全都是很脏，这个层次分的。这个云彩，今天上午下了雨的，这鸟巢好大。哇，要这么冲下去吗？这两棵树长得好大呀。连根拔起，指一下我走的线路啊，看到那些房子没有，从房子那个底下慢慢慢慢往上爬爬爬，一直爬到山的最顶端那个地方，然后再往下走走走走走，然后又爬上来了，现在好像感觉这是第三座。这个终于完成了，7.2公里。